在场边僵持着，不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哎，这个时候 Sky 选手故意拍了小熊选手，然后嫁祸给巴特选手。 再用了一次相同的伎俩，又让小熊选手误会了巴特选手。哎，这个时候成功造成了小熊选手，反而对于巴特选手进行了尖撞动作，又得到了一个朋友的 Sky， 这个时候马上立即做了一个背叛 ，Dixland 要出来了。 没有办法。